生命，始终生命苦的冷，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，世间佛陀的度生本怀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浴佛不是一年浴一次，那不太浪费了。各位要学缅甸人呢、啊，60岁要浴60次，缅甸人就是这样，每个礼拜一定要去浴佛一次，礼拜三的就浴礼拜三的，礼拜四的浴礼拜四的，然后呢，你几岁就能够几次最好啊。然后所以缅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会布施的国家。并不是说他们钱多，而是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寺庙佛塔做各种的布施，供花供水绕塔等等。所以各位，你可以在家里请一尊小的浴佛像，每天啊，久了以后你就会背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念这个咒一下，观想不是光这尊佛，整个世界的佛像我们都跟他浴佛，好不好？整个世界所有的佛像都浴佛，而且这样的无量的功德布施给六道众生。念一下 ，Om， 地萨地萨，圣杰梭哈 ，Om， 地萨地萨，圣杰梭哈 ，Om， 地萨地萨，圣杰梭哈。所以持咒以后，你就要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，你只要看到佛像，哦，就在浴佛了。特别下雨的时候，啊 ，Om 地萨地萨，圣杰梭哈，然后你就观想，这样观想。啊，那将来自己洗澡一样，要学佛最重要是尊重自己有佛性。你会懂得尊重自己，我们要尊重别人也有佛性。虽然他现在在烦恼的阶段，啊，虽然他现在做一只狗，但是他的佛性依然不灭，啊，因为我们有佛性，所以我们愿意皈依佛陀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依止师父呢？任何老和尚，因为师父他代表佛一样，他可以显发做示范，可以开发我们的佛性啊。所以目的还是要找到自己圆满的那一面，尊重自己，你才会尊重众生。自暴自弃的人也绝对会看不起别人，但是尊重自己不是傲慢。不是，如果有傲慢说我条件比别人好，那会伤害你自己啊！因为你我皆平等啊，只是我们找到方向，我们也必须引导所有生命找到方向。但是对于三途苦正在受苦的，我们先让他停止痛苦，也发起无上菩提心啊，将来脱离轮回成正觉，永出海尔爱河啊！所以就。哦，原来浴佛有这些。我想学佛不是太困难，就是说有没有老实啊？你就按照这样浴佛记。如果我这样讲好了，今天你就背这个浴佛记，每天浴佛，请问将来可不可以成佛？就种下成佛的因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不退转了，一即一切。你懂得以浴佛的方法去供香，你懂得浴佛的方法去对待每一个事情，这样。所以开悟不是说你什么都会，你会的这个原理，这个原理去对待一切。
所以只要看到有人在洗澡，哇，又有人在浴佛了，啊，因为你会对他们升起欢喜。不过讲到洗澡，因为洗澡而证得阿罗汉的，啊，有一位阿罗汉因为洗澡而证得阿罗汉，所以我们以前在僧团就有一个阿罗汉的形象，洗澡的时候就念那个尊者，因为洗澡的时候他就净化自己，而证得阿罗汉。那这里面刚好翻到261页，刚好我认为念一下也好，绕佛塔也很重要啊。事实上每个寺庙都是一个佛塔，只要有大雄宝殿都是一个佛塔。那各位呢，现在开车也没关系，你懒得下来你就用车子绕那个寺庙一圈嘛，就绕佛塔。而且你绕寺庙一圈里面有十尊佛像，就是绕14佛塔啊，所以他们寺庙里面很喜欢里面摆个千佛啊、万佛啊，啊，所以有佛塔、有佛像，啊，多又绕，多又绕。然后绕的时候，我们绕佛塔有什么功德呢？就像又绕佛像，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念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我们一定要绕这个中间的佛像啊。所以哪一天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绕一圈，哇，你太伟大了，因为他把你当作佛。啊，印度人就是这样，他尊敬你的时候他就绕你一圈，然后手放在你的膝盖里面谢谢你。那你被绕的时候你会觉得，那我以后要做个佛才行啊！啊，因为人家尊重你，你要学习被尊重。所以我们把又绕功德念一下，希望将来，你现在如果加拿大没有很多佛塔，各位要观想。事实上网络打开太多佛塔了，你就开始用手就好了，哎，你观想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点一支香，然后呢，网络上面的、电视上的佛塔，然后我们会这样绕，就代表我们为所有众生在又绕佛塔啊，养成那个习惯。所以到处都，但是什么叫佛塔？佛陀要我们做众生的塔，就是追求成佛的。塔代表佛，塔代表佛的人格菩提心，由下而上，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佛塔就代表佛的三身圆满。释迦牟尼佛愿我们大家做众生的佛塔，能够引导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这样去又绕佛塔很重要。所以念一下又绕佛塔功德经的利益，希望大家刚好翻到这一页也升起信心来。在又绕佛塔功德经中说明了绕塔共有以下种种利益：一、一切诸天龙夜叉鬼神等皆清净供养；二、所生之处常离八难，常生无难处；三、于一切深处常不思念会；四、于阎浮提常生最尊胜清净种性中，仪貌常端正，见者皆心仰；五、诸天人中福德寿命悉长圆，常获大名称；六、或作大长者，财宝常盈积，而无牵吝心，广行布施；或作婆罗门，通达戒律及教典；七、或作转轮王，或作正法王，威势自在；八、从此升天上，常有大威德，尽信于佛法，尽信速成疑，于无法无迷惑，见诸行皆空；九、从天上舍受后，下生于人中，入胎不迷乱，在母胎中不染垢秽；十、在胎及生时，令母常安乐，父母及亲戚眷属皆爱念，一切恭举扬；十一、经百千劫，其身转清净，妙色相成满，乃至正得独觉，或作天人师。好，所以各位很重要，你用你这个身体去尊敬佛像，又绕佛塔，以后你的外表众生看到你也尊敬你，这个行为反作用力嘛，这很简单。所以第一，一切诸天龙夜叉诸鬼神皆清净供养，那因为绕塔，所以就
跟点香一样，不会堕落三恶道，啊，消除了业障，也特别是身体的业障，所以很多条。翻过来，那绕塔除了有这个功德，要怎么样绕才会功德更大呢？我们不能为自己绕，我们要为地狱道。所以后面有写的，绕塔除了你要念这个咒语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第一圈、第二圈要怎么绕？然后我们现在念的时候，麻烦各位就观想在绕塔了，好不好啊？三宝之处都代表塔。很多人说我家没塔，你就摆一部《地藏经》就是塔了。佛经说，只要有，就算什么经典舍利子都没有，只要有一句句念下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就是缘起记，缘起咒也可以。佛教讲的是缘起性空，这才是佛陀永恒之塔法身。所以你只要有一部经在家里，那就这样绕啊。绕的时候也为众生在绕，所以大家就这样观想，就在利益众生了。所以念一下，第一圈为地狱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地狱道众生；第二圈为恶鬼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恶鬼道众生；第三圈为畜生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畜生道众生；第四圈为人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人道众生；第五圈为天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天道众生；第六圈为阿修罗道众生而绕，并回向给阿修罗道众生；第七圈为教法长久住世而绕，并回向给上师圣者传承祖师。每念诵一遍，可增长功德一千遍。好，后面点点点点点，那你就要开始了。为父母绕，为妻室父母绕，为堕胎胎儿绕，为精神异常者绕，为生病者，你就一直这样观想。那佛教讲这个绕塔，讲这个意思，将来各位念佛也是，第一次念佛，第一串为地狱道，第二串为鬼道，第三你要这样想。那不管你是念佛、诵经、做什么，或是你浴佛，各位你在家里浴佛，不要光三次，第一遍为地狱道，第二遍为佛教是一个方法，你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所有六道有情，也供养我们的师父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。啊，那这样以后就会达到一种上供下施的力量。这个世间最重要的就是，就像我常讲，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力量，可以超度八万四千鬼。佛力不可思议，念佛不可思议，诵经不可思议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打坐念佛功德大，还是啊行走念佛功德大？佛陀说，行走念佛功德大，因为你在动。在行禅的念佛比坐禅的功德大，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大家要我们这样绕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绕完才坐，坐是为了定，动是为了利益众生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叫了解这个方法。就像刚刚浴佛也是为了上供下施，绕塔也是，持咒也是，诵心经也是，都是为了。当你去放一只鱼，假设你喜欢放生，你放一只鱼，但是你要观想所有的鱼都得到超度，由鱼而动物，而动物而人类啊，就是我去点一支香，放一只鱼，供一盏花，都是上供下施，嗡阿吽，这样把你的思想扩到最大。比如说我们念咒或是念佛要怎么观想，请各位翻到194页，194页，这三尊是大宝法王亲手画的，阿弥陀佛、大悲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希望众生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。好，那各位，如果你第一次读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念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意思。这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所有痛苦轮回就来自于的六种烦恼，所以因为嗔恨心下地狱，因为悭贪变恶鬼道。因为无名愚痴堕落畜生道，因为贪欲，特别人类一间房子、两间房子，贪欲，所以在追求而变人道；因为嫉妒、嗔恨
而堕阿修罗道，因为骄慢我执啊，因为我有福报啊，那就会升天道。天道也是个业，所以希望这个六道众生都能够各自消除这六种烦恼恶业，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净土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念 Om Mani Padme Hum 有这个含义，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这个意思，念观音菩萨更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那这样就你懂了这个思想，你来念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。那这个力量想要帮助众生，反而解脱自己，因为你内心里面就会转化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多念 Om Mani Padme Hum。那因为你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嫉妒心强，讲也没用，你还不如多念 Om Mani Padme Hum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，所有诸佛大悲心的力量就来帮助你，转化你。所以咒可以转化内心的状态，不但转化自己，也转化了众生。啊，所以你有信心，你来念；你有悲心，也念给众生听。就像我在转经轮，各位都知道，这个转经轮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上面有六个字，就放出这六道光。如果你背不起来，就放六道白光。然后在转的时候，那六道白光出去，帮助六道众生脱离六道轮回，帮助众生的心理。那中间呢？中间就是把众生的贪嗔痴恶业统统吸进来，就是吸进来放出去，吸进来放出去。所以这个地方只要有了有地方在转，那个地方整个他们叫磁场就改变，啊，磁场就改变，啊，那个地方不干净，你就这边转一转。那如果你没有转，你用念的也可以，Om Mani Padme Hum。你没有可以用念珠也可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是转念的意思，啊。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嫉妒所有所造的恶业把它净化掉，然后让大家成为一体，都变成阿弥陀佛，都变成观音菩萨。所以后面有这个祈愿，我们也一起念一下啊，一即一切。不是说你一定要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，你喜欢念 Om Alabha Janati， 你喜欢念大悲咒都一样，只是知道是这个意思就好了。我们修学佛法，对自己对众生，重点了悟因果，精进修善行，了悟因果就不会不敢再造恶业了，因为了解轮回了，所以精进的供花供果，做各种善行，然后呢，心以法相应，法就是空性、悲心、菩提心啊，德恒与法相应，这样来利益众生，所以变成法身。各位，如果生命是这个肉身，太痛苦了，因为这个会生老病死，会生病了啊，所以你的真正的生命是法，法身啊。你整个思想，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慈悲，因为慈悲就是我的名字，慈悲是我的生命，肉体我可以死掉，所以我们叫法名。各位都有法名吗？啊，法名就是你的真理的生命，这个肉体随缘的，所以要我们能够跟法跟真理相应，而且利益众生，要不断的这样祈请啊。所以我们这样一心的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祈请，然后佛放光了，至尊观音放光明，佛一放光，我及六道众生的恶业烦恼都净化了，整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马上变成净土，不但世界变成净土，众生也净化。我们大乘佛教的最重要的八个字念下来，这个利乐有情，庄严国土，也叫成熟有情，就要让有情众生都成熟了，便没有贪嗔痴了，啊，立安了他们，把世间的国土都变成净土了，庄严国土，成就净土。每个寺庙外面都贴着八个字，啊，要净化有情，要庄严国土。那这个时候就是了，哦，娑婆世界变净土，有情众生的身口意，当你在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佛力的加持，悉成观音身口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你拜地藏王菩萨，你要变成身口意，像观音，像地藏菩萨。你念阿弥陀佛，身口意要像阿弥陀佛，啊，然后呢，也不能执着。虽然我的身体是观音菩萨，嘴巴是观音菩萨的声音，心里，但是这个都是空性显现的，不能执着有一个我，不然你会看到有一些精神有问题的，穿个白服，拿着杨柳枝站在十字路口，我是观音菩萨，那已经执着了，变成一种琢磨了，啊，而且。第这句话，相身心皆入空性，你的外相、声音、
你现在的想法都进入了空性啊，般若智慧如幻如化的啊，所以各位以后看佛像要把它当作，就像这个最容易看，这只是一个纸而已，纸是组合的，对不对？颜色组合变成一种佛像这样而已，它不是真实的，是如幻如化的，可以看穿过去的一样，这暂时存在，这一点是佛教的精髓。偏偏现代人都我执，我希望身材比别人好一点，我希望钱比别人多一点，我希望我读书比别人第一名一点，这个强烈的执着就是没有空性，很痛苦。当你得到第一名的时候却离婚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有一位第一名的哦，真的是第一名，然后讲了老半天，但是师父我离婚，我说你看嘛，婚姻最后一名，你读书第一名，婚姻最后一名，为什么？骄傲，骄傲就会看不起对方，看不起对方就会离婚啊，这个就不是第一名，那只是追求要求别人，那不行。所以我们要入空性，虽然我们观想极乐世界观音菩萨，但是还要进入不执着啊，如此观想而持重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当你进入这个观想，你就开始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你就开始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可以。所以你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是整个世界变净土，所有的人都变成阿弥陀佛，所有的声音都在念阿弥陀佛，所有人的心都是阿弥陀佛的心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要把地狱变净土，把恶鬼道变净土，把所有的地方变净土，这样持续念佛啊，要保持这样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尽力持诵阿弥陀佛，然后呢，下面写的，然后安置于三轮无别自性平等中啊，就身口意都净化，乃至我及众生世界都净化啊，就安住在一个空性里边的大悲心，这个叫悲智双运啊。嗡就是转化，嗡就是把不清净的转化为净，叫嗡。money money 就是慈悲的意思，悲美，悲美就是莲花智慧的意思，哄哄就是自利利他，不但自己转化，众生也转化，就是我们在念的那个菩提萨婆诃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菩提萨婆诃，就是嗡嘛呢呗咪吽，就是把自己跟众生都转化成为慈悲与智慧，空性与大悲的状态，就是持续的这样一直念，这个就是佛法解决事情的方法。请记住我后面这句话，师父怎么办？那个事情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嗡嘛呢呗咪吽，自然解决。人会用他的分别思想，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然后想了老半天，头发都白了。用尽心机总会修啊！那各位，佛不叫你这样，所以很多人会说老和尚都怪怪的，跟他讲了一大堆事情，他跑去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可以解决事情啊，你不了解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去跟那些上司说，法师啊，我打靶得癌症的时候 OK，他就跑进去修力度母仪轨，因为他就用这种转化的力量，佛菩萨的力量，他的善业功德就可以转化你啊，一个小 case 那算什么啊？所以学佛就是没有心机，执心为道场，你这个人变成没有心机，不要想太多，因为我尽力的悲心，阿弥陀佛念后事情就会好。如果你问我怎么处理，我每天在外面跑就是这样而已，因为这是我练习念佛最好的方法，给我很多状况境界，给我很多变化，我从变化里面保持不变，因为那你没有变化你就不能保持不变。所以不管你从事任何行业都没关系，那个行业是假的，那个关系只是一个暂时的业报，但从这里面去保持一个净化的心态啊，那这样你就叫禅了啊。所以而不是说我离开这个世间，不是说我移民加拿大事情就解决了，搞不好是逃避，但是也是一种精进，也是一种结缘都可以，你要把它转化转化。所以我想念佛诵经打坐不管各种方法，它目的就是转化，转化完了以后来先翻过来196页，因为刚刚刚好拿到这一本，我就里面有一些重点。什么叫圆满呢？圆满就是你要念佛念到那个状态，持咒持到那个状态，就是这三句话念下来。自他皆现本尊身，
世间享满六字名，心为广大般若智。希望你把它背下来，特别年轻人啊，你自己跟众生都变了，都变成你所念的本尊的形象。你是念弥勒佛的，你是念药师佛的，都没关系啊。再来，世间享满六字名，你正在念佛诵心经，我跟各位100%保证，当你专心念佛的时候，百千万亿佛都在跟你念佛，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入定，你听不到。但是你一开始念，它就变，它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种声音就像你在一个宁静的湖泊丢一颗石头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啊，这个泼啊，就影响整个世界，影响世界都在念佛啊。就像各位知道那个水，你把它念佛，它就结晶好看一点啊。你是癌细胞，你不要抱怨，你也不要怕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你就很慈悲的念佛或是做慈悲的事情，这个癌细胞变成慈悲的细胞，因为你用这个心态，对内对外都可以转化。所以别人得癌症了，我们也是帮他念药师咒啊、除癌咒啊、大悲咒啊、点灯啊，就是利用这种善业跟善的心态转化他的癌细胞。所以这个就转化事情的方法。中国人说宁静致远，你平静了，事情你就清楚了啊，怎么解决你都会了，方法就会了，因为佛的你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世间声音也变成一样了啊。所以各位要修到这样。我以前有个徒弟啊，他是杀人放火被抓去关，然后后来出狱了以后，他想要回家，回家以后他就每天念佛，他老婆就骂他啊，做坏事关起来，回家以后不工作念佛这样，因为他变了，他老婆就给他放那个大的录音唱盘给他啊，放得很难听给他听。他说太好了，他放大声，我这个佛号就越大声。阿弥陀佛，他不抱怨。他以前大流氓打老婆的，对不对？抓去关以后，出来以后没工作，只好待在家里念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已经随缘了。后来他就出家了。那出家以后很积极做佛事了。以前是积极做坏事，对不对？现在变了。所以一个人懂了佛法，但是他至少他不会抱怨，他都不会抱怨。啊，老大你怎么欺负他，他也不会抱怨，反而大家怕他，因为他心变了，变了我就认为他可以出家，他没问题啊。所以各位要这样练习，那个时候心为广大般若智，了解一切却不执着一切，把般若不是，般若是知道它是空，但是你怎么去组合它。什么叫空？你把手表都拆散了，就是各种零件而已，手表只是一个零件的组合啊。但是对不起，拆开请你把它装回来啊。你要会装回来，装回来就是拆开是会，因为是空的，装回来是智，智代表了解一切法，会代表无分别一切法，所以叫智慧这样啊。这广大般若，般若是会，智，智就是让你会承办所有事情，所以我们叫波罗蜜多。所以要圆满到念到这个阶段，念佛叫念佛三昧啊，你诵法华经叫法华三昧，你要进入这个阶段。那进入这个阶段以后，成为你的工作，你是在家人，你是太太，你是先生，你是出家人，但是你保持这样的状态在做事啊，要保持这个状态在做事。那各位要练习啊，世间呢只是一个暂时的，你不能卡在那边。师父，什么事？我得癌症，你讲很多次的。师父，癌症还没好啊，因为你一直卡在那边，你不要提就好，赶快念佛了。广钦老和尚念佛，你不念佛，念癌症干嘛？啊，你念癌症越念越癌，对不对？很苦，然后死了就癌症地狱，那不苦了吗？你要转念，所以这上面教我们转念的方法。那最后你修行完了，回向。所以我们以一个正确的动机，就像各位今天从你家里开车来这边，哦，我要去参加法会，大悲菩提寺的法会呢。你开一个钟头就一个钟头功德，你开两个钟头就两个钟功德。在佛经有个故事，有一个乞丐嘛，然后他看到很多有钱人都在布施，他没有钱布施，然后人家吃的葡萄吐掉了籽啊，他就给他拿回来，
他说我呢虽然没有钱我来种这个葡萄啊，等这个葡萄长出来收成了我再来供养。你看那个结果他终于葡萄生好了，哇他要供养，那个时候舍利弗就经过，因为他的发心很好，所以就会有个阿罗汉来接受他供养，他就把这个葡萄供养舍利弗。哎呀我今天供养你很欢喜，舍利弗说你不是今天供养我，从种葡萄下去到长出来你天天都在布施，所以你功德太大了啊！所以各位这个叫发心，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，但是我发愿我希望我将来成佛能够如何，你从现在到成佛这个功德天天都在增上，我是为了一朵花供佛，希望发愿成佛，所以这个花就明天就会变两朵变四朵，这意思就是这样。就像各位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现在在念佛，这个莲花现在这样，明天变这样，后天变这样，因为你一直在念佛，一直在累积善根，这个莲花越来越大。别人的莲花只有载一个人，你的莲花可以一次载一亿个众生往生净土，看谁的莲花大。所以各位功不唐捐，你要超度地狱道，你要超度恶鬼道，你的菩提心你的善根越多，你念出来的佛号力量越大。所以不要跟人家比，学佛是了解自己，广大的累积我们的功德。那你要累积功德要先消除业障，为什么杯子脏了装什么水都脏啊，要把脏的先倒掉啊！你要虔诚的消业障，也虔诚的累积功德啊！那这样以后我们的善根力够啊，然后再加上佛力的加持，那我们念的佛诵的经就有力量啊！你念一遍心经超过别人念一亿遍的心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动机这样在念心经。我想各位拿到这一本里面还有一个重要，我也希望各位读一下免得浪费了。143页有没有读过这个佛子行37颂？143页不过我要调查一下已经有读过的举手，才六位，太好了，原来你们都还没读。这个是佛教的精髓，所有的三乘的精髓就在这37颂里面，所以无著玄菩萨替我们做好了。那我希望各位呢，连那个歌手叫齐豫都唱这个了，对不对？都唱，因为这个是修行的精髓。但是各位你不要拿来研究，学术不是修行啊，学术不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你要把37颂应用在你的生活，但是你也不能切断。我现在修前面，还没有修后面。啊，佛法是一把抓，你的修行里面，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就包含了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都包含了，那个才叫佛法，而不是说对不起，我现在修密宗，所以我跳到后面，我跳到后面，所以我可以吃肉，因为我在修密宗，这样啊。那就不对，因为你在修最高的最低的，哪有人只有盖五楼没有一二三四楼的，所以一二三四楼是很扎实的，所以你才能够站在五楼。所以这个菩提道次第千万不要分段，我发觉现在很多人研究菩提道次第的时候，他越研究越研究，然后他就追求后面，前面都没做，你没有前面没有后面，他是一时都做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念一遍，然后将来呢能够把它实践，这里面内容不是很困难，很多善知识特别像大宝法王都解释过啊，内容不是很困难，所以大家念的时候也要观修，诸佛菩萨都在念，六道众生都听到啊，我们除了为他上供下施，为他们念咒，用真理供养他们，这个就是一个塔菩提塔啊，道次第是最重要的。各位要把道次第成为你的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充满了道次第啊，充满了修行的基本。所以大家这样来念，来。敬礼观世音菩萨，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依勤行利众生，上师观世音尊前。恒以三业恭敬礼，
正等正觉无上乐，从修正法而出生，修法须依明行要，故当宣说佛旨行，此生信德暇满传，生时海中度众生，故于昼夜不空过，闻师修士佛旨行，贪所爱方如水深，嗔所愿恰似火热，妄执取舍成暗遁，离家乡是佛旨行，远恶近故或见捷，离善乱故善自真，心住于法生定见，依近处是佛旨行，亲友伴随须离别，财宝积聚终弃捐，逝者遣移声色去，出离心是佛旨行，依彼若使三毒长，毁坏三学作诸业，辗转上师慈悲心，远恶有是佛子行。好，首先先解释佛子，佛弟子跟佛子差在哪里？佛弟子是我皈依了，佛子是什么？我发菩提心了，我愿意成佛。那你发菩提心，那你就要实践菩萨行，所以叫佛子行。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认为你愿意做菩萨发菩提心，那你应该怎么做啊？所以第一句，敬礼观世音菩萨啊，无著贤的本尊是观音菩萨。所以各位，什么叫本尊？本尊就是菩提心的形象。你可以选一尊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观音菩萨都可以，因为你选到这一尊，然后你念到观音菩萨，你就会恢复你的菩提心啊。第一句话最重要，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一情形利众生。这句话各位至少要背下来。万法都是空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的。所以诸佛正法都是讲的是空性啊，万法都虚妄了。但是讲空性不能够离开行动，唯一情形利益众生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的啊，这个就是开始入大乘法门了。所以以发起这个愿，然后来祈求观音菩萨的加持啊。第一句话，此生信德暇满传，像各位我们这辈子投胎做人，又能够听闻佛法啊，所以离开八无暇得到十圆满，这个如果你要研究随便网上都有了啊。所以我们能够投胎做人，又能够修学佛法的方便啊，在生死苦海里面发菩提心度众生，故于昼夜不要浪费啊。闻思修是佛子行，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，思维实修。这个实修我必须解释，很多人把实修就一直拜佛啊，一直拜佛啊，一直修仪轨，那叫实修，这个观念要纠正一下啊。实修除了拜佛修仪轨，是用在生命日常生活上啊。这一点禅宗它比较强调日常生活行住坐卧，这个实修是要去面对众生，面对众生上求下化，所以这辈子要用在修行上。第二，贪所爱方是水，所以我们叫贪招水，嗔招火，妄想愚痴黑暗，贪嗔痴。出家离家乡不是离开啊，是离开贪嗔痴啊，因为有贪嗔痴，你就在轮回的家，很痛苦。所以文思修的目的是要第二步消灭贪嗔痴啊。所以，但是各位一般在家人就很容易贪水啊，贪所爱，我很爱我儿子，我很爱我先生，我很爱我的什么，那你就越陷越深吧啊。所以贪所爱方如水深。有时候我讲到这边，我必须讲，有些人虽然修行好像修得很深，我读了很多经典，参加很多法会，但是最基本的贪他都很强啊啊，他都很执着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下又跳到中间上去，这样他就会产生之间上的问题，因为他连基本都没做到。就像我是个出家人，叫人家点香做好事，私底下我还能抽烟，那还像吗？因为我连基本都没做好
啊，那不行的。所以第三，那为了要消除贪嗔痴，远恶净，各位要离开不好的环境啊，所以你的烦恼就会减低吧，啊，所以离善乱，故善自正，然后专心的为了修行，这叫离善乱，心住于法。那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，至少相信因果，了解空性，为了圆满菩提，要心住于法。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，因无所住，不要执着世间，但是心要放在三宝，放在法上面啊。然后哪一天，这个法就会让你证入空性，心住于法，生正知正见。今天我们妙心法师提的题目是什么？正信的佛教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正信，但是我很努力了啊。但是正确的是什么？那正确的是什么？最好是看经典，不会错；听人讲会错啊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看经典，《地藏经》《药师经》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大部经》都可以，《法华经》《般若经》，你一定要看。你不看，光听人家讲，那你就会道听途说，会出问题啊，会变成各门各派，很麻烦的啊。所以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不会错。但是一开始发起一个正确的心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？因为我想要成佛利益众生呢，先发起这个心。那第二个，你要深入经藏啊，然后你深入经藏，了解佛法的道理，那按照这个佛法亲近善知识。因为这个善知识不是因为他出名，他天天打电话给你，你就说他是善知识。我师父对我很好了，经常打电话给我，海涛法师，你为什么不陪我们吃饭呢？我被 complain 的啊，但是我没办法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不要要依法不依人，这点也重要啊。这个人身上有没有法？法不是你喜欢叫法，而是有没有符合佛经，有没有符合佛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发觉现在有些人盲目了，因为他所亲近的人啊，可能还在吃肉，可能还有男女关系啊，可能还比你需要钱，但是你就很盲目了，那这样对你没有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去亲近，像我叫法，我们出家叫法师，是因为我有法，用这个法在引导自己，也用这个法在引导别人。那有没有法？那是法表现出来就是比较没有贪嗔痴，比较慈悲啊，比较信因果。所以要让自己心为了住于法，依静处。就像各位，我看加拿大住的家都很安静啊，这大家追求安静才会来这边啊。那是在静里面去思维佛法很重要啊。第四，你要看亲友伴随须别离，你再爱他也会离开你啊。亲友伴离，你要了解财宝寄居中期间，逝者且于声色去，你的灵魂意识也会脱离你的身体啊。意思是说，钱也带不走，爱情也带不走，身体也控制不了，要有这个出离心。你要学菩萨，你要越来越不在乎，越来越不执着啊。这个要真心问自己，你不问自己，那你虽然每天很喜欢读佛经，我也看过一个女生呢，哇，她读了佛经很多啊，但是墙上都是她的相片呢，看不到佛像啊。而且她已经老了，她还要贴那个年轻的啊。那虽然她读很多佛经，就是这个就是他执着那个他的外表。那有一次跟他见面，跟他吃饭，我看他很老了，但是我不敢叫他老菩萨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叫他这个年轻的小姐，他就高兴了啊。因为他的脸书，他叫我跟他加微信，看的也是那年轻的相片，他骗人哦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虽然他在修行，但是他还是执着这些啊。我有钱，我年轻漂亮，如何如何，那这个就没有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，就你看不到佛法是什么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会魔术，啪，你们都变成90岁，然后你就放下吧。那90岁干嘛？念佛啊，不能干嘛？你还在我东我西我安我干的。因为就是执着这个东西，
不容易啊。所以像我一样，我虽然是法师，我要观想我是死的，很老，因为这样我只是活着，只是为了修学佛法，活着是为了这个啊。事实上我们是很脆弱的，坐也痛，站也痛，吃个油一点也拉肚子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吃炸的，又不能吃，因为要讲课啊。但是你要知道生命很苦的，没什么好执着，唯一的要心住于法啊，要有这个出离心。请问各位，生命苦不苦？苦不苦？好，出家好不好？苦啊，带你出家，保证不会苦的，要不要？加拿大也不错呢。不行啊师父，我这个出家可不可以不剃头发的？还有一个女菩萨，师父出家可不可以不要四点起床啊？还有一个女菩萨找师父，我要去出家，但是我到你寺面盖一个房子，里面有冷气，我还有一位侍者。我说你去装皇后就好了，你出家干嘛？他后来他很有钱，他现在还是盖了很大的金舍，他自己住在里面，还给我留一个房间，我才不敢去了。所以这个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懂佛法，他觉得佛法，但是他不放弃他所执着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你要有大悲心，必须要有出离心，你知道你苦在哪里，执着在哪里，你要把你所爱的当作是一个苦，知道吗？征服自己的过程是最困难的，最困难啊！所以在这一点，所以你要去想清楚，亲戚朋友、财产、爱情、身体都不会跟你走，哇！而且是一个苦，你也苦，他也苦。就像我讲的，我要出家前，我问我过去的太太，今天我的二嫂也有来呢，她是我太太的同学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发觉我爱你太深，你不爱我。他说你爱我爱我，你还出家，就是因为爱你我才要出家。因为我爱你，希望你解脱啊，我为你出家啊，我天天修行都回向给他啊，所以我没有忘掉，我从来没有忘掉，就像对我的妈妈一样啊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很多人说海涛法师你出家还讲这个干嘛，我是拥有爱来出家的，因为我爱妈妈、爱父亲、爱太太、爱儿女，我才知道真爱是什么，就要让他们解脱生死，就要让他们有福报往生净土，所以你要勇敢讲出来。很多法师，海涛法师你不要讲你结婚好不好，很丢脸。我说你骂佛陀，佛陀有结婚又生小孩哦。啊，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，我这是我的经验，我讲出来，因为我有这个经验嘛。就像我永远把堕胎放在这边，因为海涛法师在大学的时候有带女生去堕胎啊。啊，所以我很忏悔，但是我忏悔不是我每天在那边忏悔，我就要发愿，所有堕胎的小孩都是我的责任，我要让这个世界没有堕胎的小孩在受苦，所以我永远都摆在那边，所以这是我的痛苦，所以我对不起那个女生，我根本对不起那个小孩子，但是要把悲愤化为力量，而不是就一直在那边忏悔，一直在那边忏悔，然后你也不做事。所以我们过去就是因为吃肉太多，所以现在要劝人吃素，过去就是因为钓鱼太多，所以现在要努力放鱼，所以这个叫佛法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往这个方向。但是首先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到底在执着什么啊？所以这个出离心，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我很担心，我也看到很多人说，师父我参加什么学会什么什么，然后一直在读书，一直在读经，然后从来没有看到他放下啊，他一直在执着某一个东西，但是他挂一个名，因为我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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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场，然后他认为这样有一点骄傲，但是从他实际的行为里面没有看到他有放下的意思啊，所以一点执着都不行，连个性都没有。所以我师父说修行要修到没有血型，要不要量量看有没有血型，因为你没有个性就没有血型了，你还在那边 B 型 O 型 AB 型代表你还有强烈的个性啊，不行的。
佛陀讲了，没有嗔恨心的人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，要不要割割看？佛陀真是如此啊，人入仙人被砍杀的时候流出来是白血，那国王吓坏了，割裂王怎么会流白血？他毫无嗔恨心的在对国王，这个叫空性，这个叫金刚经啊。所以我想我讲出离心，就是说这一点最重要，所以不要看不起南传佛教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南传佛教就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各位要不要光脚走路走走看啊，对不对？南传的出离心我们赞叹，那出离心一定要有。那第五，一比我们的出离心以后，你要亲近善知识。如果你去接近到一个不好的老师，你还真够倒霉啊！啊，现在这个末法叫邪师当道啊，人多不见得对哦，啊，出名不见得对啊。所以你如果决心有出离心，最重要的啊，无住玄菩萨告诉我，一比落死三毒掌，毁坏三学诸作业，辗转丧失菩提心，远恶友是佛子行，一定要远离恶之事啊，远离恶，因为他只是哦，你钱多，我对你很好，你是功德主啊，如何如何，他就满足你那种虚荣心，他是增加你的贪嗔痴啊，他不会叫你去慈悲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依止到善恶之事的时候，你不会开智慧，还增加你的傲慢。我是某某道场的，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道场了，不然你失败了啊！但是现代人很喜欢身上带一个我是某某道场。按照原始的经典，佛陀说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归入到任何宗教团体。这句话你会听不懂啊，因为你有一个执着的时候，我是南传佛教，我是汉传的，我是藏传的，我是哪一派的，那对你有影响，因为你就看不到全部，你只会看到一点点啊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啊，当然我这样讲好像对不起你师父啊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想要做菩萨，世间的善法你都要学，世间的宗教的精髓你都要学。如果你把你自己归属在某一个，那对你是伤害啊。当然会话又讲回来，离开恶知识，但是要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无量无边，你要去发掘它的优点。但是可以让我们增加慈悲智慧的所有的人，就像我经常跟狗学，狗真好，对它主人忠心耿耿，那狗身上有优点，蚂蚁会排队还真乖，蟑螂的两个胡须可厉害了。所以我师父说，男人要跟女人学习，女人要跟男人学习啊，因为女人身上的优点你没有，你就不是佛子。你不能说我是男性，我没有女人的优点，那不行。所以当然首先离开恶知识，然后去学习所有的优点。所以来翻过来，要休息了没有？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不用念了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。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-19 感染试剂产品，民众会当到药房、药妆店才合法通路来买。买时阵爱注意外客的防疫专案核准日号甲效期，爱尽早看过说明书，双手洗清气，再来进行采检。
采检了后，将使用过迄支采检滴甲试剂用塑胶袋啊密封包好。店主隔离也是检疫者，采检结果若准是阳性，下联络在地卫生局也是卡1922。其他民众采检若准是阳性，请卖去坐大众运输，赶紧去社区采检疫苗检验，并且早塑胶袋啊密封好势采检器材和疫苗人员。采检结果若准是阴性，塑胶袋密封好势采检器材当作一般粪扫处理，并且遵守防疫规定，继续自我健康管理。诸佛子等，放往经中明示菩萨十无尽戒、十众戒，若有犯者，非菩萨行，如因地受如实而答。唯一戒经所示，菩萨戒得少分受、多分受、满分受。汝等若能受，则答能持。不能受者，则不作答。此十众戒，随我语诵。那我们出家人呢，是一定每一条皆要受。那各位在家菩萨，如果你真心要做菩萨，那就都要受。那有些人第一次来参加，或是还不懂啊，所以你能够受几条就受几条。但是不要故意去犯了、但至少你得到一点点菩萨的功德啊！所以第一条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，不得故杀害生命，能持佛。能持。第二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，不得故偷盗，能持佛。第三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邪淫，出家人不得故淫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妄语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沽酒，就是不能买酒卖酒啊，甚至送人家酒都不行啊，酒为毒啊，会伤害别人。自己喝酒是犯小戒，送人家酒、买卖酒就犯重戒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不得故沽酒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说四众过。修行人不能说其他出家人或在家人的过失，他犯了再大，你千万不要在公众讲出来或登报纸，私底下告诉他可以，师兄弟怎么样帮忙他，所以啊、他有这个缺点，我们怎么帮忙他，这不是两舌，这是为了帮忙他而说，那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故意渲染出家人或在家人啊、的过失，因为人家会退失信心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说四众过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自赞毁他。一般人都说我的好啊，他的不好啊，我们佛教好啊，他们那个教不好啊，我们汉传好啊，他们藏传不好啊，都不能这样讲啊，打坐就好了，念佛不好了，都不能这个。所以不得故自赞毁他，能持佛。能持。再来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奸。明明你有钱，明明你有某一个方法，明明你身上有一个药，结果别人真需要，你不给他，你不跟他说，这叫悭贪，这不行。所以不得故悭贪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嗔啊，别人犯错了，你跟他讲你错了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故意生气，或是别人来给你忏悔了，我故意生气，那都不行啊。所以不得故嗔，能持佛。能持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于其中间不得故毁谤三宝，能持佛。能持。顶礼一拜。